金五字经爆粗口，现场一片混乱，还把这里当造势场鸣笛。大韩团体挺进深蓝眷村，摆摊联署，却引来韩粉集结对杠。们包围霸韩志工，志工则是担心这位大姐太激动会出交通意外。甚至还有男子直接冲上去指着鼻子骂。霸韩志工为了自保，举起双手避免冲突，但韩粉们火气真的降不下来。我死！对机开骂，闹哄哄，场面也是乱糟糟。长官啊，时间到了，怎么还？明明这是合法申请到下午一点的公民割草行动集会，韩粉却要破例去把霸韩志工通通赶走。民主社会双方都有论述自由，但韩粉的激动情绪又是爆粗口又是推镜头，为了不再让警方为难，霸韩志工提前结束这回合，不再参与这出闹剧。三立新闻车上刘玉香高雄报道。